由 SMG 影视剧中心和上市影业主办的中国电视剧上海排行榜颁奖礼暨2012电视剧制播年会昨日盛大举行。始办于2007年的中国电视剧上海排行榜至今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，今年的榜单依旧很有看头。虽然国产电视剧品质大奖空缺，不过各类品质奖获奖电视剧仍看点十足，新水浒传、借枪、双城生活等都榜上有名。此外，热播剧《人到40》、《黑狐》、《谁来伺候妈》也分别获得上海各频道的收视冠军。